我与云长翼德一同在众多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岂会害怕陆逊那等小辈？在前哨战中取胜后，蜀军趁势到达夷陵，最终与陆逊率领的吴军主力发生了冲突。 但是，吴军防守坚固，战线陷入了焦灼状态。蜀军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，庞大的阵营长达700里。我们赢定了，向敌阵发火！ 没有孔明的蜀军，从一开始就毫无胜算。全军出击，诛杀刘备。此时，蜀军损失惨重，一败涂地。刘备失魂落魄地撤离了夷陵。 云长、翼德，我没能为你们雪恨，抱歉，抱歉。